书记主编乐谷下，主编叶下乐谷同，一个飞碟斜插在这边，一个飞碟斜插在这边，一个飞碟斜插在这里，一个飞碟斜插这里，进了海里边，一个飞碟进了海里边，然后进到海里边以后，既然顶起一长串的水来啊，就这样就是往上顶了。那个飞碟啊，这样斜插进水里来了，然后突然一下子往上一股水啊，就往上抬呀，所以啊，会看到那个水下奇观呐。飞碟这样进在海里边，然后突然一下子海水就抬起来了，斜抬起来，让这个方向斜抬起来，斜抬起来，这个方向斜抬起来，这个斜抬起来，斜抬起来，斜抬起来。斜抬起这个方向，斜抬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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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方向，大家会，大家记好了。如果去海边的话，最近呢会看到那个飞碟啊，突然就斜插在，差不多45度角，斜插在海里边，斜在海里边，然后突然一下子那个水啊就要劈开了一样，然后往上抬，好，会看到这个景象。好，再见。